金常青藤手机支架。现在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智能手机，但长时间对着屏幕容易导致视力下降、颈椎劳损等健康问题。今天赛金为我们带来了一款创意手机支架，让我们可以以更舒适的角度和距离使用手机，使用姿势更健康。赛金常青藤手机支架有四个贴心的颜色选择，设计时尚大气，像藤一样的外形设计可爱又充满创意，上面还贴心设计了理线的位置。常青藤总长85厘米，能支持市场上所有7寸以下的大屏手机，例如 Note 3、iPhone 5、小米等手机。赛金常青藤手机支架的设计理念为固定部分稳。赛金专利的螺旋锁止结构是市场上最稳的固定夹，加大的接触面以及硅胶保护垫，在夹得稳的同时不会损伤家具表面。调节部分易，赛金独创的两段式调节方式，粗杆负责初步定位，细杆负责位置微调。赛金常青藤是业内唯一采用镁铝合金调节杆的手机支架。镁铝合金调节杆具有超轻、耐折、完全无回弹等特性，成本高但性能优越。手机夹部分张口有10厘米，内有硅胶防滑带，防止手机滑落。手机夹部分可以360度旋转。我们常说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现在我们和市场上其他手机支架进行对比，市场上其他手机支架全部采用铁夹子固定在桌面，调节的时候稍一用力马上张开，很不稳定，调节杆部分也很僵硬，难以调节。赛金常青藤的固定夹非常稳固，调节轻松，不管怎样使用纹丝不动。镁铝合金调节杆调节起来也倍感轻松，定位容易，没有回弹。赛金崇尚原创和跨界的设计，追求产品细节，给使用者的生活带来极致的享受，并推出了大量创意产品。赛金舒适无极限。